无油无糖的燕麦软曲奇，拌一拌捏一捏就能搞定。即使燕麦片放入搅拌器打碎，可可粉、泡打粉、零卡糖、无糖酸奶搅拌均匀，分成小团搓圆，用手压扁，撒几颗黑巧克力豆，送入烤箱180度15分钟，出炉就是满满的燕麦香和可可香，赶快做起来吧，时间没这么赶，做好每一餐。我是四月。